好，我是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午间新闻。这几天中南部的空气品质比较不理想，经常来到橘色甚至是红色警戒，不少民众出门的时候都会戴上防螨口罩隔绝脏空气。不过行政院消保处从网络或者是实体店面购买25件防螨口罩，针对品质以及标示进行了抽查，结果发现只有2件合格，其余在不合格的口罩当中发现有的口罩添加了致癌物质，甚至是超出了标准范围。空污来袭，防霾口罩不能少。消保处抽验25件商品，检测品质发现有17件不符合规定，其中8件是标示防霾，却没有办法提出相关证明，还有2件添加了致癌物偶氮色料。不过目前都已经更改标示或下架。以往哈，他们是用在哈，例如说涂料上，像这种东西啊，用在哈一般的布料上的话，它不能超过20个单位哈。那我们这次发现呢，它超标哈，有的到40几哈，有的43，有的46，所以它超过的哈，它等于有1倍以上。购买口罩前看看商品标示是否完整，但抽查这25件防霾口罩中，就有22件标示不符规定，其中18件是一般口罩，剩下4件则是医用口罩。不合格商品这么多，政府表示正积极规划把防霾口罩列入商品检验范围。最迟啊，在2019年初会把它强制实施检验。那公告实施列检之后呢，进口或国内出厂的宣称防霾 PM2.5 口罩商品一定要经过检验，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然后标示商品检验标示才能在市面上贩售。未来如果商品没有检验，会依商品检验法最高罚200万元罚锾。另外也提醒民众购买前要注意商品有没有通过国家标准检验，以及确定没有破损再使用。大爱新闻林体寻豪台北报道。避免再有儿虐事件发生，行政院抛出了新的作为，要全面追踪6岁以下小朋友施打预防针的记录。如果出现没有按时施打，就很有可能是属于所谓的高风险家庭，政府就能及早介入辅导。还在发生，可能还有时候，可以请相关单位是就前的这些防止再检查。虐童事件频传，行政院带头跨部会研讨强化措施，现在要医院或学校发现未成年怀孕的小妈妈务必通报转介，更要全面追踪6岁以下儿童施打预防针的记录。如果未按时施打或都没有打，就很有可能是高风险家庭。但监督团体指出，这项最新作为早在2013年就已经实施。家长不带孩子来打，有你的催的方式是什么？寄明信片，半年寄了3次，你这个效果根本就是不彰。静娟执行长表示，这项措施多半没有下一步，户籍地也往往查访不到，不了了之。但根据统计，去年全台湾儿少保护系统接收到的通报案件数就高达59,936件，80%都没有送幼儿园或托婴中心。到底该怎么降低掌握不到的儿虐黑数？我们可不可以去做社区联防的工作？什么叫社区联防？让社区的邻里长也好，会有什么单位去带动这整个社区？如果有一旦有一些家庭，你会比较容易知道，知道之后如果它是比较严重就通报。静娟基金会强调，最大关键还是在于法律的彻底落实。另外除了前端把关，更呼吁要强化后送单位的部件，期盼政府挹注更多经费补助社福机构与寄养家庭的运作，才能双管齐下保护儿少。大爱新闻杨韵慈、柯信智台北报道。的确，面对儿虐事件，您可以再热心一点，再鸡婆一点，因为国内这一类的意外在这一阵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也引发了各界讨论。对照卫福部的统计，2015年到2016年，受虐者每10个就有2个是6岁以下的小朋友，这显示出学龄前受虐比例的确偏高，而且施虐者都是20岁以下的年轻家长。山姆基金会认为，包括家庭成员复杂、邻里之间的关怀变得薄弱，以及政府的儿少网不够完善，都有高度密切的关联性。我很想用行动去帮助现在还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现在不用帮助，可是我好想要继续分享。言语间流露满满的感谢。查查在14岁那年来到山姆基金会少女中途之家接受关怀，20岁离开后继续保持联系，陪伴其他女孩。而统计来到少女中途之家的个案，30%被性侵，另外25%分别是单亲家庭无力抚养或家中发生重大事故。志工也分享关怀难度与日俱增。
一些家庭的组成，或者是一些家庭的照顾的成员的一个复杂性，还有可能邻里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比较薄弱。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社工在第一线的服务的时候，相对的就辛苦很多。除此之外，根据卫福部统计，受虐者每10位就有2位是6岁以下的儿童，显示学龄前受虐比例高。另外，每10位就有1位施虐者是20岁以下，年轻的施虐者人数逐渐增加。父母并没有办法好好的一个支撑父母的角色去照顾他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孩子其实是受伤的。那其实在受伤的时候，没有一个适切的资源所介入的时候呢，孩子很容易在复制他们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善莫基金会也指出，这种家庭循环复制现象除了家庭功能不足之外，也跟儿少保护网不够完善密切相关，呼吁政府单位要更积极介入，让儿少能够远离风暴。大爱新闻杨韵慈、简元吉台北报道。台中潭子区一对陈姓老夫妻，儿子往生，女儿嫁到外地，两人住在老旧的托卡厝，相依为命。慈济长照体系的居服员半年来每周5天到府关怀陪伴，看到老人家的住家脏乱，相当的心疼，通报评估之后，让长照结合医疗以及慈善等团队力量，大家一起来帮忙打扫。里里外外彻底整理，将近50年的头阁厝第一次大扫除，把人家的东西清干净，自己会觉得好像很心里面非常的干净，越替他开心。82岁的陈先生中度失智，妻子心脏装支架，行动不便。他们是低收入户，也是慈济长照个案，半年来每周5天居家服务陪伴。拢有来看啦，拢有来跟孙啦，真好啦，真好啦，哎。暖心关怀延续，帮老夫妻整理凌乱的居住环境，房间都很脏乱，小墙啊什么都很多。那我们就发动了整个我们的长照的团队过来这边，还有很多的师兄师姐、志工，大家携手合作一起来帮忙。我真的很感谢慈济，那个这么大爱来帮我们这样子。我真的替阿公阿妈哈，谢谢你们了。女儿嫁到外县市，始终挂念着父母，看到老房子焕然一新，不断感谢，贴上红春联，迎新送旧，喜气洋洋。这个农历年充满感恩与祝福。大爱新闻郭宁、郭继宗台中报道。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台北市北投区的慈济志工到北投街头巷尾分送静思语春联，让民众能够迎接过年好话一句的气氛。帮助人家就是造福啊！那些装备送给你好不好？40多位志工顶着夜里寒风，在农历春节前走进北投市区，穿街过巷送祝福。人心有爱，天下平安。顺境更感恩，逆境要善解。看着写满吉祥话的静思语春联，店家仔细研究，这个好，不错吧？终于选到自己喜欢的，开心举起来。职工帮忙贴在玻璃窗上，让店家与顾客一起结好缘。今年拿到的静思语是时时心存善念，则一切平安。有时候我们的客人就是也会看一下这个字句，觉得不错，也会跟我分享。以真诚的微笑待人是自我修养的一部分。对，我抽到这个觉得跟我也蛮有缘分的，就很喜欢这个句子。上人给你们祝福。好，谢谢谢谢。静思好话一条街，在台湾推动10几年，志工希望农历新年好话传遍街头巷尾，也能带动社区环保多份力，绿色生活就从日常生活做起。祝福你啦！大爱新闻邱宇娟、谢云川、陈义伟台北报道。国际焦点来关心美国恶劣的天气状况，因为最近不仅仅是用冷来形容，还是一片极冻世界。低温的天气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气象单位表示，全美有2.2亿人口，算一算有75%的人都得忍受0度以下的低温，包括伊利诺州以及威斯康星州，很可能掉到-51度，因此都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另外，暴风雪的坏天气也让空中交通停摆。道路上的积雪怎么清都清不完，民众出门想回家，还得先费一番功夫。We're trying to undo our car so we can go home. 美国中西部大雪下不停，开车上路成了一大考验。
道路结冰，光是要前进就很困难。It's too much snow. It is too much snow in Wisconsin. 汽车打滑，类似的交通事故更是层出不穷。空中交通方面，周一到周三，全美至少有3000架次航班取消。明尼苏达州和芝加哥的公立学校因为低温停课一天。While the snow may be ending, the cold is just starting.美国中西部上空的冷气团正在往东部移动。气象局表示，全美有2.2亿人，大约是75%的人口，这周都得忍受0度以下的低温。Fo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and we're talking about really dangerous wind chills that are extending from about 30 to 55 below. In some areas, in fact, in northern Minnesota, as cold as 65 below a wind chill.CNN 气象专家表示，这波低温可能打破25年来的最冷记录。伊利诺州和威斯康星州很可能掉到摄氏-51°，因此都进入紧急状态。大爱新闻黄静婷编译。还有，您知道全世界空污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是在哪里吗？答案是北朝鲜，主要是因为在北朝鲜有50%都使用燃煤发电，而且为了振兴经济，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还要增加煤炭的使用量，恐怕让原先空污致死率就高居全球第一的北朝鲜，现在空气品质是更加恶化了。天空一片灰蒙蒙，整座城市被雾霾覆盖，能见度相当低。北朝鲜长期空污严重，而关键就是燃烧大量煤炭。좋은석탄쓰면은뭐오염물질조금덜나오긴하겠지만은그오염물질제거하는장치가거의없거든요그러니까결과적으로보면아마도대기오염을더심화시키는방향으로갈거고요尽管空气品质每况愈下，但为了拼经济，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还在新年演说上表示要扩大煤炭使用。석탄공업은자립경제발전의적구전선입니다석탄이꽝꽝나와야긴장한전력문제도풀수있고금속공업을비롯한인민경제여러부분의연료동력수요를충족시킬수있습니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报告指出，当地空污致死率高居全球第一，比起南韩高出了10倍。우리그저희가지금분석하기로는북에서약15%정도가미세먼지가넘어오는것으로이렇게그분석을하고있는데雾霾甚至从北朝鲜飘往邻近国家，南韩空气品质因此受到影响。多数南韩民众甚至认为，比起国际关注的核武威胁，北朝鲜空污问题才是目前最大威胁。大爱新闻杨晴编译。英国国会星期二针对了一连串脱欧协议修正案进行了表决，其中最具争议性的边境保障措施，有一半以上的议员同意撤销原本的方案，要求首相梅伊尽快找出替代方案来解决。英国脱欧这场仗即将进入尾声，变化却越来越多。脱欧协议迟迟卡关，周二英国国会一连针对7项修正案进行表决。317, the noes to the left, 301, so the eyes have it, the eyes have it, unlock. 其中最具争议性的北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同意票只比反对票多16张，惊险通过。梅伊随后表示会积极和其他政党合作，找出替代方案。Eyes to the right, 318. The nose to the left, 310. So the eyes have it, the eyes have it. 当然，在野党最在意的排除无协议脱欧，这次也被拿来表决，仅以8票的差距通过这项无约束力的修正案。I agree that we should not leave. The government will now redouble its efforts to get a deal that this house can support. 梅伊即将前往布鲁塞尔，寻求与欧盟重新谈判，争取重大改变。但人还没出发，就先吃了闭门羹。L'accord de retrait qui a été négocié entre le Royaume-Uni et l'Union européenne est le meilleur accord possible et n'est pas renégociable.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也说，现有的协议已经是对英国最有利。不过，英国如果提出合理要求，欧盟愿意考虑延后英国的脱欧期限。大爱新闻黄静婷编译。此际，马来西亚吉打分会邀约华裔照顾户回家团圆过年，不少人把握姻缘，把竹筒带回家。迎接新春佳节，照顾户回到马来西亚吉打分会静思堂参与岁末发放。我来这里过年很开心，我碰到这边亲戚都有很关心。
相亲相爱的大家庭，让第一次前来付出的理发师也获得满满的爱。很感动哦，回家要分享给我的爸爸妈妈老人家，然后要拥抱我的爸爸妈妈，我要讲我要爱他，我爱他，没有讲过我爱他们的。台上演绎竹筒岁月的故事，台下许多人早早备好存满的竹筒回馈。每一天放那个钱的时候，他早上起来他都要拿来，他知道那个给池子池子嘛。你讲我下次有生病吗？他给我吗？现在我给回去他吗？带着感恩心投下的铜板，除了行善助人，更是延续爱的最佳写照。大爱新闻由敬贝、陈春生、洪爱席马来西亚报道。爱的最佳写照还包括在这里，江苏阜宁的孔荡大爱村迎来第一次的岁末祝福。听到一家人的音乐响起，吴金华痛哭起来。曾经病危，和父母生活不能自理，慈济志工关怀两年多，在外谋生养家的哥哥也返乡表达感恩。孔荡大爱村首次的岁末祝福，村民欢喜齐聚。活动筹备的场地清洁，村民当自家事。你为什么寒假不出去玩，不在家里睡懒觉，要来当志工呢？习惯了呀。习惯了。对呀、啊，以前就是的呀。以前如果我不出去玩的话，那我就在家里。如果直接人来的话，我就去帮忙。元庆2016年，龙卷风吹毁家园。大爱村工程，上海志工团队一路相伴。在发生这个龙卷风的时候，我也在这附近出差，所以那时我是那一天晚上是很受惊的。第二天就看到这个孔荡村就整个村都没了，其实心里也是非常的沉痛。然后今天来看，哇，房子都起来了，真是这个爱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那种感动不是看到房子的落成，是看到房子落成的背后有太多的人直接付出的，间接付出的。待种子落地，期许新的一年开花结果。待新闻，这是美志工林展毅、顾诗韵、钱东升，江苏报道。美国慈济仁医会在厄瓜多进行一个星期的义诊服务，期待慈济能够在厄瓜多生根，帮助更多贫苦家庭。那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回到瓜亚地。那也希望可以服务除了瓜地的华人之外，我们也可以服务瓜亚基尔的厄瓜多人，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Ya tengo 23 años trabajando en la calle. Aquí en el semáforo limpiando vidrio. He venido a hacerla ver a mi hija porque la tengo enferma. Tiene que se me ha intoxicado. Me la salió ronchas en el cuerpo y en la carita. Me parece bien que ayuden a todo lo que necesitamos para una brigada médica.Mi amiga hermana me dijo que hay una fundación y esto como que siempre ayuda a los pobres. Yo me voy con mi hermano para ver qué podemos ayudar. Estoy haciendo como traductora, pero como no hay bastante personas y entonces como que yo me toca ayudar. Guiando el agua, el líquido ahí. En el mundo hay bastante personas que necesitan ayuda. Que me gusta ayudar. 慈济人就像家人一样，来这里看看我们，然后也为这里当地付出。真的让我很感动。Tengo 3 años en silla de ruedas y quedé por un accidente en el carro. Vine aquí por trabajar y justo estábamos saliendo y los señores que están afuera con chalecos verdes nos llamó y nos hizo pasar para acá. Estaba bien en la atención, me dio unas pastillas.Las vitaminas para dolor de cabeza y mareo. Y yo les agradezco mucho que nos hayan atendido bien y muchas gracias por lo que nos hizo atender.
然后晚上呢，我们在这个餐厅会有岁末祝福，我们希望把上人的，就是对全球的人的祝福都传递给当地人，可以让他们知道布施不是有钱人的权利，我们也可以用小小的，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心力去帮助别人。好，再来看到在智利拉格兰哈区日前发生火警，五户家庭受到波及，慈济志工得知消息之后前往关怀发放。房子里搭着帐篷住，原来是一场火灾，延烧了五户民宅。慈济志工特地来到拉格兰哈区关怀。等待修复的日子，凡事克难。慈济志工也展开物资募捐以及采购，看灾后的第二天就邀请居民来领取。善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包括床铺、衣裤、毛毯、餐具、大米等，是受灾户急迫需要的。小小的一场聚会，虽然有点伤感，但是祝福声中充满温暖。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吴蕙兰、廖清九致力报道。加拿大慈济北多伦多联络点举办了岁末祝福感恩会，现场贵宾云集，也凝聚众人的善心善念。慈善、医疗、教育和人文，慈济北多伦多联络点2018年在地深耕。列治文山市长看到自己支持推素的画面在大爱新闻播出，感到惊喜。从政府到社会各界，众多贵宾出席岁末祝福。身为花莲人的驻多伦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主任余有荣焉。那今天我看到，这个 Richmond Hill 的市长也来到这里 ，Newmarket 的副市长也来到。到这里就表示慈济在社区服务方面表现非常杰出，让主流都对我们刮目相看。那我想社区的长期耕耘就是慈济回馈在地。多年受到慈济资助的万景多福医院以及约克郡妇女家暴中心都有代表亲临分享感动。慈济加拿大分会副执行长代表志工们表示感恩。慈济是一个传爱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是很好的缘分。上人告诉所有海外的弟子说，有慈济人的地方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地方。这个活动只要梦儿师姐来，正能量不断带出新发艺菩萨。87岁的朱梦娥正式受证为慈济志工，也希望把慈悲善行理念传承给子孙。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加拿大报道。镜头回到国内，来看到把握付出的机会，高雄静思堂社教中心举行年终大扫除，许多学员老师纷纷加入清扫。由于书法教室的地板都沾有了墨汁，不容易去除，每位志工不嫌累，蹲在地上一块红砖慢慢刷，洗洗刷刷。过年前慈济社教中心进行大扫除，每天就是几乎都在这里上课，就像一个家嘛。那这个家也是过年呢，要把它打扫干净。平常上课的茶艺老师加入打扫行列，还有5岁的小学员也要求父亲陪他一起清洁教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平常小孩子也比较少有在做这些事情，对，然后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练习这样子。我想让这里变干净。
它这种砖哦，会吸湿啊，墨汁就会被吸进去。要清就要清干净，沾了墨汁的书法教室红砖地板不容易去除。老菩萨一个个蹲在地上，一块一块用手刷，蹲着了，做好姿势，姿势当然要保护好自己了。姿势的话，蹲着应该是比这样还好，还好。各个欢喜做也欢喜付出，不仅把一年的脏污扫除，也扫尽内心杂念。大家请进行王昭忠高雄报道。台的新闻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您持续锁定二台午餐会，更多新闻马上回来。专业提高观众对他们都要接待外宾。二台午餐会来看到美国这个国家，虽然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还是有很多的社会暗角，甚至许多人连温饱都有困难。此际美国新泽西分会成立食物银行，这三年多来帮助了上万人次，而这幕后是许许多多志工的成就。接下来就带您到美国新泽西来看看。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洛杉矶现场。从2015年9月开始，慈济新泽西分会的志工在当地对符合资格的低收入家庭进行一个礼拜一次的食物蔬果发放。从一开始大家不认识慈济，发放时门可罗雀的窘境，到后来越来越多需要的家庭前往。截至2018年底，新泽西食物仓储已经向1876户的家庭进行了上万人次的食物发放。在这个背后，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志工，是他们的无私付出使慈济的慈善行动能够落实。年近70岁的林明章投身志工服务多年，常把一句付出无所求挂在嘴边，不但出力帮助食物发放，还自愿出资购买可以运送食物的大车子，来协助每个星期的食物仓储发放。我现在是把这是可以回收的木板要送去回收，我要送去纸箱收。这台车好不好开？这台车很好开，很好用。很好用。哎，真的。真的比起一般的车来讲，大很多呢，这是我们的大白牛。开就是要特别小心一点啊，在转弯的时候，在换链转弯的时候，这个比较不一样。像你每个月油钱应该也不少哎。油钱是对了，因为它这个很耗油，不少了。不过就是想个办法嘛，少开一点嘛。就是说在家里，除外来铺变革了，到会所了，不然的话我都是不开嘛。他退休了，其实没有什么收入，他也愿意花这一笔钱那么大的钱买了一个 cargo van 来帮助我们的运作，这个真的很不简单，不是每个人做得到。他有一股那个怎么讲，有一种赤子之心，还有骆驼的耐力。我觉得他像我的哥哥一样，很照顾我们的师兄姐，还有他们家的师姐，所以。在法亲关怀上，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好，甚至于就是说，每次要去护边海拿食物啦，或者是说我们彼此在互补工作的上面，他都会考虑很多。小心，怕他倒下来。不会了。哎呦，可以吗？哇，拉不动啊！
多一个人就可以了。一二三。哇，动都不动啊，因为太重了。是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是不是一年一次，不是一个月一次，是每个礼拜至少一次啊，有时候多则是两三次啊。因为这个不是说啊几十公斤啊几百公斤，这些都几千磅，有时候是几万磅的。说起来他年纪也是快七十岁了，所以我们这种虽然也是老，但是比起来还是算年轻的，我们看了也是很感动啊。不会啦，我来会所一个礼拜三天，在家里一个礼拜休息四天，所以应该还 OK 啦。父母的事情一解决呢，我就过来了。一来就没停了，一来就停不了。因为对，因为自己太吸引人了。退休前的林明章原本经营一家硬碟公司，他的父母生病之后，他专职照顾两位老人家，后来加入慈济志工。他认为加入慈济之后的生活比退休之前更加丰富，而一步一步的耕耘，慈济在新泽西雪松林市的食物仓储被越来越多人认识，也吸引了当地社区的美国志工加入。志工克里斯多福在食物仓储帮忙已经有很多年，对他来说，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慈善机构像家一样温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克里斯多福跟慈济的故事。My name's Chris Grimmeiser, and I've been volunteering with Zuchi now for a little over 3 years. Hunger is very painful, so knowing that you've relieved that suffering is really rewarding.It's we're helping them,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re helping us. The volunteers here at Cedar Grove are very loving and compassionate, and they really inspire me. I really look at them as my family. Some people say even if they weren't coming here to pick up food, they'd still want to come here because everybody feels like family.食物仓储是慈济慈善置业最基础也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每年在美国的服务区域都不断的扩张，从东部的纽约州一直横跨到美国西部的加州。慈济针对低收入家庭的食物发放，一年四季都没有停过，尤其是在加州，贫穷人口已经超越了佛州、纽约州、路易斯安那州。2016年11月，美国总会地区也启动大爱蔬果车计划，将满载新鲜蔬果的蔬果车是开往了加州的低收入社区，让更多人能够就近得到帮助。我是王伟玲，以上是我们在美国洛杉矶的报道。好，继续再来看到加萨地区，由于遭受到以色列封锁超过了10年，使得当地居民的物资条件缺乏，生活状况也不理想。尽管过着缩衣节食的日子，当地有年轻的艺术家还是不放弃追求梦想的希望，希望透过前卫创作让全世界看见加萨不一样的天空。居住在加萨走廊的200万巴勒斯坦居民，2009年开始遭到以色列的经济封锁，导致当地基本物资、医疗设备缺乏，至今仍深陷人道危机。不过，加萨走廊年轻的女艺术家希望从不同角度发掘生命中的新希望。بحاول إني أشارك في معارض كبيرة وعالمية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وكمان بحاول إني أعمل قدر المستطاع لوحات بتخص بلدي فلسطين.واني يعني اقدر اشارك فيها في معارض دوليه ومعارض عنا في غزه. 今年24岁的女画家用加萨的天空当作颜料，画中人物可以穿上晚霞，也可以穿上大海的波浪。达罗和摄影师充分运用大自然的各种元素，突破生命中的前置与樊篱。Gaza is closed. Not a lot of people have access here. So when you can.It's like you show Gaza through your eyes.
when you use Instagram. 由于国际上报道加萨走廊的讯息，九成以上都是以巴军事冲突或是民众的示威抗议，造成各界对加萨的认识只剩下边界冲突的伤亡人数，或是有多少居民需要人道救援。为了打破外界对加萨走廊的刻板印象，当地的艺术团体成立了网络平台，名称就叫做我们不是数字，希望用照片和艺术创作让更多人看到加萨的美丽景致，还有当地人民努力活出不一样的生活。وسائل مواقع التواصل الاجتماعي اللي هي تقريبا الانستغرام والفيسبوك هم تقريبا بنزل رسماتي عليهم كلها اي حاجه برسمها بنزلها على عندي على صفحه على الانستغرام خاصه في الرسم وكثير يعني عندي المتابعين بيعجبوا في رسماتي وعن طريقها بسوق رسماتي يعني 大楼的画作现在在网路上每幅可以卖到$10-$30，他希望之后有机会参加国际画展，透过他的作品让世界各地的观众也能看见洒落在加萨走廊的阳光。带新闻为真编译。在利比亚，著名的建筑特色是洞窟，甚至保留下来数千年前的洞窟遗迹，老祖先利用洞窟当作家，不但可以遮风避雨，而且冬暖夏凉。现在有一些有特色的洞窟住宅改造成为民宿，要让旅客感受不一样的洞穴生活。建筑物和山坡地无缝接轨，大地色调让一切完美融合。走进幽暗的入口，才发现别有洞天。حفر الحوش هذا في سنة 1666 ميلادي طبعا عمر الحوش 352 سنة طبعا من سكن في الحوش هذا عمر بالحاج وأولاده وأحفاده وأحفاد أحفاده لها اللحظة 这里是利比亚首都第利波里以南100公里处的盖尔扬山区，硕果仅存的历史遗迹。先民们在山坡地上凿出洞窟，洞穴内全年保持21-23度的恒温，无论是高温达50度的酷暑，或气温跌破零下的寒冬，都能安居乐业。تحفر في حياش الحفر تكون 4-5-6 المجموعة طبعا الشغل متواصل كل يوم نيني كملوا من هار يبدو نيني كملوا أنا ما في ما فيش توقيف خاطر فيش إنه يقولك اسمنت مثلا ولا حديد غالي ولا كذا لا لا التجوق والقفة اللي هو التجوق يحفروا به هو التجوق معروف ممكن 这样的洞窟住宅全盛时期有4000处，近年来却因为人口外移而逐渐荒废，就连贝尔哈吉的家族也在1990年搬离，脱离了穴居生活。直到最近他才想到要将祖宅重新翻修，做起了民宿生意。لا بالنسبة للشغل توا ناقص يعني الشغل مش زي قبل الثورة لكن في شوي شوي يعني اللي بيه في شوي أجانب مقيمين يعني طبعا نقولوا إحنا ممرضين والدكاترة الأجانب يعني جو مرة 在强人格达费的铁腕锁国政策下，即使在2011年内战开打前，利比亚的旅游业也只占了不到1%的 GDP。如今战火未歇，大部分国家都呼吁民众，除非必要，不要前往利比亚。旅游业的寒冬何时融冰，恐怕只能在洞窟中静观其变。新闻焦点转回到国内，来看到高雄市首推绿色市集，全场都是环保概念的创意商品，所卖的小吃也清一色都是素的，而且不使用一次性的塑胶用品。这场市集不一样，每个摊商卖的清一色都是素食小吃以及推广环保概念的绿色商品。我们是推广食物袋的这个东西，家里可能外带的时候可能需要用到一些塑胶袋，可以用别的容器去取代装食物这部分的。就有这个方式的话，让大家尽量去思考说，他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去转换，让他自己减少使用这个塑胶袋，让更多人他既有其实跟他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品跟饮食，然后去做个接触，这样子。这是高雄首创绿色市集，期盼透过每个摊商的绿色商品展示，向参访的民众推广呵护地球的观念。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现在人需要多为这个，就对这个环境多负一些责任啦。不管是做环保也好，或是吃素食也好，我都觉得很棒。
大家可能对素食的菜会觉得就比较菜味这样子，那像这种市集都会比较接近就是大众的那种美食，他们会觉得哎，原来素食也可以做那么好吃。现场还有货柜屋的买海展览，要让民众了解唯有人人愿意从自身生活习惯改变，才能够减少空气污染的危害。大爱新闻学院林道明高雄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举办了象足迹特展，要让林旺爷爷以及他的妻子马兰的骨骼标本再一次重现给大小朋友们欣赏。像是有许多人就利用假日带着孩子特别走了一趟动物园，要找回儿时记忆。大小大小，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耳熟能详的童谣配上动物园的大象们，看起来更加可爱。大大的耳朵加上庞大的身躯，也唤起许多人对动物园的国民象爷爷林旺的回忆。杰克，喜欢大象吗？喜欢。所以你叫他们叫什么名字吗？林旺跟马兰。小时候我还被他的口水喷到，印象很深刻。无论是大小朋友站在林旺爷爷的骨骼标本旁，看起来都特别娇小，而光是他的骨头就重达400公斤。工作人员为了再现他和马兰的身形，可是费了不少心力。我想工作人员在组装建立这个结构的支撑架，以及每一块骨骼要在适当的位置上以及正确的位置上，他们花了非常多的专业的精神去做研究跟确认。台北市立动物园展出林旺与妻子马兰的骨骼标本展，除了能一睹亚洲象的风貌，也希望让民众更重视象群的保育，为动物与环境尽一份力。大新闻范秀仪、简元吉台北报道。国内医界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植物过滤空气的效果远远超出空气清净机。医师建议可以选择适合在阴凉环境生存的半日照植物，并且将室温控制在30度以下。汽机车呼啸而过，排出大量废气，天空也一片灰蒙蒙。台湾一份最新空污报告，去年臭氧浓度前五名分别是潮州、林园、埔里、新店和古亭。值得注意的是，新店和古亭虽然在北部，却连续3年挤进前五名，显示全台都不能轻忽空污威胁。北医大最新研究也发现，如果在室内种植盆栽，空污浓度至少能下降22%。黄金葛跟虎尾兰原上都是属于半日照的植物的部分，减少它跟阳光日照的一些情形。第二个呢，在温度上也会有影响的部分，所以其实在控制30度温度以下，这些植物其实能减少臭氧的产生的。特别强调要选择适合在阴凉环境生存的半日照植物，是因为一旦室内温度超过30度，植物再碰上阳光就会产生光化反应，反而使臭氧浓度高于没有放盆栽的家庭。因此控制室温，避免阳光曝晒盆栽，才能真正降低臭氧危害。让我们的呼吸道的平滑肌开始不正常的收缩，那这个就是一种类似像气喘这样的一个反应。越小的小孩，他就算他没有气喘，因为他的呼吸系统还在发育过程当中，他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医师也提醒，办公室内的列表机、影印机印刷过程也会产生高浓度臭氧，提醒民众将机器放在通风处，使用时别靠太近，远离空污威胁。大爱新闻杨韵慈、李明华台北报道。新闻最后来看到，在奈及利亚有一名艺术家发挥创意，收集各种废铁器，自行加工成各式各样有造型的艺术品。以上就是这一节新闻，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